这个红点的瞄准镜今天呢送给粉丝。我说过哈，五月一的时候必须送福利。这个粉丝呢叫做尘埃落定，是一个河南的小伙伴，非常的喜欢玩具枪还有倍镜。这个红点呢今天就送给你了。当然了，福利呢不仅仅是一个红点，我又准备了三个，五一过后呢送给小伙伴。先看一下第一个镜子，这个镜子呢也是一个红点，这里呢是红点的开关还有亮度的调节，不过呢好像没电了。幸运的小伙伴收到之后呢自己买个电池吧，两边的按钮上下左右调节的，这里就是放电池的，和我95上面的这个镜子可以说长得非常像，但是呢差了一个增高架。这个镜子呢大概就这样，收到之后呢自己研究吧。另外两款呢是一个长款的狙击镜，买的时候看了一下，大概呢都是四倍镜。先看一下这个第一款镜子，这个镜子确实是四倍镜哈，外形呢看着特别简单，这边呢上下调节的，这个不打开了，左右调节的，前边有个火车，看一下效果，看着还不错，大概的效果呢也就这样，打包装好。第三个镜子打开看一下，小的时候特别喜欢这些东西，但是呢也仅仅是喜欢，现在呢长大了，我要逐步实现小时候的梦想，多可悲，小时候喜欢的东西现在才有能力得到。不过呢也不算完，但是呢你们不要着急，我这里所有的玩具我会一件不留全部送给我的小伙伴。这个镜子的效果呢也不错，虽然只是四倍镜。好了，这个镜子呢打包收好，